是兔兔狼，恭喜。对，过年要到了，每年过年其实我们两个都会去拜拜。那今年过年的话呢，我们要带恭喜一起去拜拜，因为他跟祝生娘娘其实有一些缘分。我们有恭喜，其实也是有去拜过祝生娘娘的。这一次当然就是恭喜的第一次嘛，第一次早餐对不对，小宝贝？早餐。所以我们一定会好好记录这个小宝贝的反应。那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会用的设备。这一台是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Sony ZV。我们之前去淡水是用这一台，这台其实你们只要看我们的影片，只要是外出都是用这一台。然后这一次呢，还有再搭配一台 ECMW3 无线麦克风，一对二的。一对二对我们来说非常好，毕竟我们这个频道是有两个人，所以它可以直接在我身上别一个麦，他身上别一个麦。这一台它其实和 Sony 的产品有适配性，对上 Sony 的相机的话，它是可以直接插上去，不需要另外接线的，我觉得会更方便。作为讯号，音质会更无损，还有一个充电盒，跟我们如果要外出使用的话非常方便，用完之后你就可以放到盒子里面，它就会直接进行充电，而且我很喜欢它直接是 Type C， 这样你所有器材全部一起充。那我们就出门啦，东西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门了，走。宝贝，有点亮哈，习惯一下就好了。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竹林寺，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祖庙在那边，周边有一些很适合踏青的地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麦克风它有附这个防风的小毛，声音就比较不会有风切声，很方便。祖庙在那里，一整片的那个休憩园区的感觉。仔仔，你是不是喜欢？仔仔也喜欢吗？你好像很喜欢出门。带你去找你的祝生娘娘。要怀恭喜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去找祝生娘娘了。今年2024年，我们就已经要开始祈求我们第二个宝宝的到来了。今年去拜拜的时候，顺便也要讲。对啊，因为这其实是明年的事情，但今年。你就是要一直跟神明们打招呼啊，说你会做这件事情啊，这对我们也很重要，所以就会不断的一直讲一直讲这样子。我们来讲一下我们恭喜与祝生娘娘的故事。之前其实我们主要拜纳西的观音庙，那时候我们就很常去那边跟祝生娘娘打招呼，说我在2023年的什么时候要去美国做这个试管，包含现在我们卵子已经送到美国啦，什么时候要做一个精卵的结合啊，希望可以让这个成功率高一点啊。你在有这个计划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跟神明说这样子，当然也是会宝贝，希望他可以给我们一些好运啊，给我们一些好兆头的这个感觉。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还没有出国前的时候做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还很不要脸，跟祝生娘娘说，既然都要来一个小宝贝了，那我除了希望他可爱健康之外，我还要他很天使。哦，对，我还疯狂许愿，怀上他之后，其实好一阵子都没有去找祝生娘娘，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害喜很严重，而且到怀孕中期的时候，我才又去了观音庙，然后那边刚好还遇到诵经的时候。好，我整个在里面昏昏欲睡，我第一次觉得听人家念经听到这么嗨，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听到了一些祝生娘娘跟我说的话。你们不用担心，恭喜是一个福星，大家会爱护她啦，这是来报恩的啦。祝生娘娘说，恭喜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做什么都很优秀，叫我们一定要支持她，做她一切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就问说，那她如果分心于这么多事情，难道不会样样通样样松吗？哦，对对对对对。然后祝生娘娘就说啊。那是你们，你们，这是大西的故事。后来我们就来到竹林寺之后，就带来恭喜来，然后这里的祝生娘娘也非常的开心，说啊，你就是恭喜，真的很好啊，一切都很顺利啊，你们的所求都有灵验在这个孩子身上、啊。对，然后他就有说我会继续关照你们啊，这就是我们很常来庙里，有时候就是要跟他们连线一下的感觉。那我们刚刚录制的时候，其实都是没有开 NC 的，那我现在把 NC 打开来给大家听一下。我们现在就是把NC 打开来的状况，你们大家觉得跟刚刚有没有差异呢？现在环境都是一直有鸟啊、风切或者是一些摩托车的声音。如果你今天在户外拍摄，有那种车水马龙的声音，环境嘈杂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这个 NC 降噪的功能，它就是一键切换，很直观的在这个麦克风上面就可以做切换，不需要到相机里面做事。没错没错。ECMW3 还有一个安全模式录制，可以在主机上面选择一个 Safety 模式，你把这个 button 按下去，它就可以。可以防止它声音爆掉，它就会直接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后置的时候音轨也不会爆掉，这样子示范给大家看，大喊哦，整个声音会爆掉。Hello， 怎么声音应该是会爆掉？那我现在把 Safety 模式打开试试看。好，我现在已经把 Safety 模式打开，我现在大声了。Hello， 声音应该就不会爆掉了。所以这个功能其实就很方便户外录制或者是大家一起讲话比较嗨的时候，这个功能就是一定要开启，会比较能确保你的素材能够安全。宝贝，尖叫吧！
好晕哦！我每次看他这样我都好晕哦。这个麦克风它还有一个克制于每个人的设计，它可以调整音量大小。如果你遇到一些声音比较大声的人，你当然就可以直接把它的音量往下降，这样子。它可以有0dB， 然后10dB 跟20dB， 我觉得这还蛮方便。我上次去淡水的时候，其实整支都是相机直接收音，收音要够好。所以我现在已经大爱这台，发现它是剧组所有 vlog 机应该要有的条件。坦白说，真的已经收得很漂亮了，至少让你的人声很突出，旁边的声音尽量都排除了。清楚归清楚，但是不会有麦克风来的拟声。透过相机放出来的声音会有一种微杂线声。对，可是它很清楚啊，但就知道是透过机台出来的。可以。你说东西很好，推荐大家是不是？但我觉得一对二其实还有个优点，就是非常适合我们这种两个人，因为我们两个人有时候会重叠一起讲话，分开音轨的话，它就可以拉大其中一个人声音比较清楚。我之前有问过我们的剪辑师说，你喜欢我把音轨 mix 在一起还是分开比较好？他就直接跟我说，当然是分开。我自己这支麦克风录一个轨，他的麦克风录一个轨，这样他有办法去调整。例如说我们两个同时讲话的话，他认为谁才是主要的声音，像我现在在旁边干扰，他就会把他的声音拉到很小声，然后剩下我的声音这样子。总之我们今天来户外给大家示范这个麦克风，我觉得是非常符合它的应变很多情境下的使用。那我们现在进到一个办事内的庙宇，正式的来和神明打招呼拜拜，这样等一下拜完之后也会在附近让他踏青，因为他精神很好，他好喜欢出来玩。你是不是好喜欢出来玩？好喜欢出来哦，对不对？好可爱啊，你怎么那么可爱啊，小宝贝。快乐脚，我们抱起来给观音娘娘看啊，又笑，抱起来也要笑，你好帅，每天都好帅哦。观音娘娘看，比看海还兴奋，很兴奋这样子。怎样认识哦？恭喜你，很开心哎，你喜欢来庙里哦？是不是好开心？像刚刚录的音啊，都是打开 NC 的模式，然后现在是打开 LC。为什么要打开 LC 呢？因为其实它自己的炉子啊，有一个机器发出来的低频的声音，会有个嗡嗡的声音。那我现在打开来之后，是比较没有声音的，大家感觉一下。那如果说你在室内啊，有什么冷气机啊，或者是任何机台，比如说去餐厅吃饭，也会有那种抽风机的声音，也很适合拍美食介绍的时候使用这个 LC 模式。现在是 NCLC 全部关掉的状态，大家听听看这个声音怎么样。在拜拜拜到一半的同时，竟然要来喂奶，仔仔饿了呀！而且我觉得自从开始带他出来之后，我就各种的能够克服所有的环境，很简易的我也有办法。我觉得两个人世界才是单身哎，多了小孩才叫非单吧。我也觉得。这只是什么？这只是妈妈，真的很厉害，好不好？可以克服各种环境来喂你，能够理解什么叫为母则强。当你有小孩，开始有很多，比如说出去行程就一定要中断，比如说他换尿布，或者是他要喝奶，然后你要能够就地的取材吗？那我觉得现在有感受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克服的还不错。那现在给我大概10分钟的干杯，你知道对我们这是有多快的事情吗？也许你们觉得很多宝宝都是这样，像我们家宝宝这样是非常快的。他已经从一个小时进入到40分钟、30分钟、20分钟、10分钟，妈妈真的是快要哭了。10分钟喂奶的人，大概就想象我们是你的六倍的时间在喂奶，是喂他的时间，你可以生6胞胎。我现在抱他有没有比较像妈妈了？技术比较好的感觉吗？有，真的哈、哦，有。可是这种行为出来是不是就不像妈妈？还是很像啊。你们两个长好像哦。我来看看到底是拿到了什么签啊。
关于做试管这件事情，做生娘娘也给了指引，是第十九签：富贵由命天注定，心高必然。这个字怎么念？杜君起，不然且回依旧入，云开月出正分明。属水，立在冬季，宜起北方，唐三藏往西天取经，此签欲速不达，凡事小心。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刚那个求签的过程，感觉很多戏耶。我跟你说，看完那个诗签，我觉得一切都解释得通。我就跟他说，什么时候去哪里做，什么样性胚，什么样等级的胚胎，把背景讲得很清楚。对，然后问他可不可以给签，不行。好，我换个方式问，关于试管这个，能够我一直签吗？可以。其实后来看签的意思有点像是说，你现在还有点太久了，你要不要临近你要出国的时候，你再来问我。人家文字是很较真的，你跟他说的这么仔细，他说不行，就实际来说太早了，这么仔细我不能给你签。但如果你只是很大概问试管的话，我可以给你签。签的意思就是你太早问了，就是这样。哦，对，就叫你晚点问。好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每次来拜拜都会有一个有趣的过程，就是爸不会求签啊。对，然后给恭喜晃晃走一走。今天就是也介绍了我们 Sony ZV-E10 跟 ECMW3 的设备，相机不用说，就是非常适合如果你要外出携带轻便的话，非常推荐的。这个麦克风一对二就是很适合像我们这种两个人，然后你需要无线收音啊，然后或者是你们两个人的声音就是有人大有人小。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配置在 Sony 的相机上面，是直接扣上去就好，不用再音源线。出门拍摄只要有多一个流程，你就会觉得很麻烦，甚至如果你少带，假如说你没带那个音源线，你整个就废掉，非常的不方便。充电盒很能支援你长时间拍摄，你今天一整天出去，随时中间要补充电力，你就是把它拔下来丢到盒子里面，它就有办法充电。以上这些情境啊，都是非常适合使用这一套 Sony 设备的人，推荐给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咯。新年快乐快乐，对，恭喜啊！一直讲话，新年快乐，要长大了，对不对？他打我，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小龙说拜拜，拜拜，恭喜说拜拜，有，拜拜。